六，体重五十三围，三十二 D 二六三六 ，OK， 您的职业是护理师，对对对对对，护理师，护理师，哪一科的？哪一科的？我是在整形外科，哦，像整形外科，他说，哎，哪一个？我直肠科，大家就，你最不擅长什么？我就是记性比较差，就是可能上一秒讲的，然后就会忘记。大姐，你护理师哎？对呀。没有在工作上我就不会，工作上就是太责任，不是哎，我已经打了六针了。打完又拿去打，你刚打过了没？再打一次啊？你是在生活上面的？对，生活上，但是工作上都还蛮。就是都还 OK 这样，你错过飞机啊，你错过公车就算你错过飞机啊，对对对，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我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拍照的活动，是是是，对，然后那护理师吗？对，但是也有接外拍的，对对对，外拍长得是外拍桌子，哎，这个外拍贵，我就坐飞机去外拍，是，哦，立翔坐过飞机吗？还是有，看过，有钱要贴嘛，不要生气。OK OK， 然后去是去哪里的？是去巴厘岛。然后我，你以为要去巴黎？不是，然后我就带了那个包包，就忘记带护照。然后到了机场，我说：“哎，我怎么找不到我的护照？”然后后来我找很久，但还是找不到。后来就因为已经超过时间了，对。然后后来回去才发现，原来放在另外一个包包里面，拿错包包。哎呀，对，不是，我就整理的时候，女生就很奇怪，那你们就买那么多包包？然后东西乱放，对，对，就放错了。像我们男生都，我们男生就一个皮夹，什么东西都在那个皮夹里面。哎，你也有忘记过行李箱的号码？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是刚好我去跟朋友去日本玩，对，然后因为行李箱不都会有三个数字的那个密码，很难记，对。就忘，然后那时候可能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突然就打不开，然后我说我是不是有换到还是怎么样？对，然后我就在那边试了一个多小时，每一个数字都试过，然后都还是没办法，最后就只好跟那个饭店他们借那个工具把它敲开，所以那行李箱就坏了。到底是几号？对啊，到底几号？结果是我生日。那你一定会去试换的。不是，因为我之前有弄过别的，然后我每个都试过了。就不要试生日，哪有？不可能是生日，怎么可能生日呢？你会不会忘记自己男朋友是谁？我目前没有男朋友。重点来了，安心啦，安哥可还是风花雪月的，开玩笑，太明显。我们不可能这样单刀直入，我们已经误会。哇，其实刚刚访问那些都剪掉，从现在开始。你单身多久？差不多半年。哦，整个气氛突然间。对呀，大家是热恋是吧？喜欢自己的男生。半年。成熟稳重。喜欢贴心贴心。成熟稳重贴心。成熟稳重。那你们这边都没了，我们只有这边呢。只有力有胸了，对不对？白色跟黑色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白色。力有胸。我们这种送错堆就是用，哇，好会，好会，不着痕迹的。那我们现在给你这个记忆力大考验。OK， 来，你要记得我给你的指令。好。然后呢，我讲完之后五秒钟，我们就要验收。好。预备，请开始。右手拿叉子，左手拿圆珠笔，双脚穿拖鞋，头戴帽子，戴眼镜。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，哈哈哈哈哈！忘记啊，都可以，你前面都忘记啊，你们这是地摊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好，一，确定吗？确定了吗？确定了。好，确定好。来。检查，右手拿叉子，哎，叉子没错，左手拿圆珠笔，哎，这是铅笔，这是铅笔，这是铅笔，铅笔 ，This is pencil， 双脚穿拖鞋，哎，拖鞋忘了，这个没有记得哎，没，他是选择性记忆，头戴帽子，哦，有了，对，戴眼镜，哎，还不错，对，三项，六十分。这好像那个老师系列，帽子拿在帽子，好好笑，好调皮哦。哦，再拿这个打我们，快！有点歪了。第二次测验，哎呦，第二题，好，预备起，右手拿牙刷，左手拿眼镜，右脚不穿鞋，左脚不穿鞋，不戴帽子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忘了。全忘啊！哎，那我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怎么会有这个？一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用这个？哎，等一下，怪怪的，你为什么要拿私人用品这样子？我们录一录。哦，肩颈按摩啦，头还按到歪歪的。对啊，要按摩啦，五十肩的舒压一下啦，要舒压的啦。没，这麦克风，你们以为了？哇，来，右手拿牙刷，左手拿眼镜，眼镜，忘记眼镜。右脚不穿鞋，左脚不穿鞋，不戴帽子。好，来，没问题，我们不会欺负你的，张一东来。台科大的东东来，刚刚什么都没有，就记忆力好。嗯，真的吗？预备，起！右手拿叉子，左手拿圆珠笔，双脚穿拖鞋，头戴帽子，戴眼镜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全部都不对。太快了啦！你都没有情绪，没有重点。你不要碰我。OK， 再一次啊！预备，起！右手拿汤匙，左手拿筷子，右脚不穿鞋，左脚穿鞋。戴眼镜，不戴帽子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这样，来，左脚不穿鞋还是右脚穿鞋？右手拿筷，拿汤匙。左手拿筷子，右脚不穿鞋。哎，左脚，对，左脚穿拖鞋。穿拖鞋，我有这样算算有。戴眼镜，戴眼镜，不戴帽子，打巴掌。OK， 可以。